啊，我们想造什么业？我们想什么得什么果报？给诸位说，心想事成。这一句话被近代量子力学家肯定了。啊，他们承认呢，确实如此。一点都不错。佛在经论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像佛就成佛，像菩萨就成菩萨。降无戒是善的人天福报，降贪嗔痴慢，那就是地狱三途。啊，都是自己想成的，与外面不相干呢。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，无论在哪一道，受苦受乐。都是自己100%的因果所现的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，自作自受啊！自作自受迷惑了，就怪别人，怨天尤人，这罪加一等。那、啊、你在六道就更苦啊！佛法里面是给我们讲真正的民主自由啊！每个人在六道轮回都是自己做主。都不受别人干扰的，设法界一真庄严。你走哪一条路，你自己选择。啊，自己没办法选择，我们请老师选择，老师也找不到。我们就请佛给我们选择啊，佛有神通，佛有道理，他可以给我们选择。啊，可是我们得相信啊，不相信就没有法子了。那我们这一次生到这个世间来，正好碰到了地球上的这些众生，失掉了信心，这很可怕的事情。啊，失去信心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没有方向。没有目标啊！换一句话说，在一生当中，最后一事无成啊！你有一定的方向目标，你会成就一桩事业。古人所讲。专一佛教人的一门深入
啊，在一门东西真正用功夫，好好的修学个十年，决定有很可观的成绩表现。啊，做学问成功的专家学者，他成功了。啊，十年很容易就过去了。这个时间抓不住，就可惜了，空过。